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るとはいえ、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、人間。ポン。ポン。哦，对啦，我没开麦，抱歉，感谢提醒。不是啊，因为你有去看我的那个精华，就会知道，有时候我一些录影，我会关麦。昨天就是那个什么，因为怕录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啊，还是什么的声音，什么八七啦。看我们多了解你哦，好棒哦！ち、神社のちんちくりん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还要人王光遇的吗？最近暂时很疯这款游戏。ち、暂时啊。哎、欸，这个，我要怎么讲呢？这个一般的我就不好意思说咯。哎、欸，请不要点自动和聊，谢谢。没有把握不要点自动和聊哦，这个不要再犯了哦，我的清一色啦。
我点不到啊。不是怎么点？哦，在这里啊，白痴哦。这个会听。可以什么？你说停赛三天吗？小猫啊，是小猫啊。哇，可以随便玩啦，可以随便玩啦。四八四要，我想说都知道了，不用打规则了吧？小鱼帮我打一下，我现在没空打。三天过了哎、欸，你看我少开一天台，你们是不是就比较好度过了，日子很好过。哎、欸、干！哇，六宝牌！应该可以打了吧？规则一样，不能一般，例子外。嗯，有字顶到吗？没看到，我有吧？有了，有了。今天我用卡维输得很惨耶。第几？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ロン、可是用左用卡我就很正常啊，我用卡我就过得很舒服。哎、欸，这连续宝牌哎、欸，傻眼！你看他把我大装下去，唬我这一番啊！聪明聪明。不好养。砰！啊？想找
找我玩光遇。你有我 FB 吗？你可以去我的 FB 那边留言啊，然后就留你的 QR code 跟你的称呼给我，我就会去加你。可是我还在学啦，现在还是一直都被带着跑，只是昨天在剪翅膀的时候，我就直接中途跳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什么冰沙就吓到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看我跳车，我跳车的技术是变好了。”我已经献祭过了啦，有些先祖都找过了，剩下一些找不到的先祖，应该晚点再去找。教主玩什么服？什么什么服？你是说我现在在玩的这款吗？这个吗？还是光遇？你玩伤天弃坑，应该是你不知道要干嘛吧？因为里面真的很强，没人带的话真的不知道干嘛。国服还是国际服？信奈我们在哪一服？应该我不知道欸，我就随便点一点就进去了，可是都加得到粉丝啊，应该我不知道欸，因为都没人反应过啊，会出事啊。很难啊。蹦。Run。什么？你只有国际服？不是就不知道啊，目前没有遇到加不掉、加不到好友的问题耶。应该不是国际服，我跟教主在台湾。对啊，我们都遇得到。想买的东西太多了，现在头好痛。哎，菜鸟，我今天打就是打每日的赐予，打到一场超夸张的，也是菜鸟的 skin， 结果呢他东二局就已经120,000分了。靠边呐、啊，差几张？三张？两张？对，刚进张很顺呢。哎，我赠送一个爱心，到预进去。哎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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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抱歉，爱心在哪里？
如果路边遇到只能用蜡烛，对啊，我想说，那要怎么遇到啊？要遇到也很难遇哎、欸。要走好速度。可能会串线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去克服串线这个词，哎，因为照理说不都叫断线或掉线吗？然后突然一个串线，串线这个词是从大陆来的还是哪里来的、啊？因为早期我们不都是说断线或掉线吗？能给就给，那也要等我等下例子或者是下一场的时候再去加你好友吧。其实宝牌之战好像摸到国物四无双没有哎、欸，我打几次宝牌之战都没遇过国师哎、欸。嗯，说话吗？我会绿巧巧吗？你在讲他小？感谢绝情的会员。哎呀，聊天室要坏掉了吗？完了，这场要被虐了吗？哎，聊天室没出现啊！如果待会，对不起，等一下一次讲。感谢会员。有兴趣加入 DC 或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哦，鼻音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我发现讲今天讲话鼻音有点重，是不是感觉太潮湿啊？对啊，又爬袋了。哇，那等一下有人要说我很心疼我了，妖祖，你怎么那么累呀、啊？这样子很心疼呢、欸。你是不是在偷哭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是今天太潮湿了。就说，搞不好香菇长在鼻孔里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说到这个，我打赐予之战应该也长很长啦、啊，欸我今天打赐予一进章就是一气呵成，然后才把牌去换掉，也不是鼻塞啊。是，一堆人叫我休息，哇，昨天已经休息一天了，还不够吗？
我在等游戏时间，不啦，限时时间三点。那个光遇里面就是每天更新的时间是三点，好像三点就可以再送一次爱心什么之类的。你最近不舒服，看不了直播，好好休息啊。这有什么梦想？看不懂。一气呵成不是梦想吧？自动罚五天不用啦。啊，到了断腰酒，可惜可惜。一发字。过敏，气温变化太大，也不是气温变化大哎、欸。繁星唱首歌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从刚刚说什么绿巧克力，到现在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我等一下就把你 ban 了哦，可以吗？我为什么要碰？学校有确诊，这几天可能可以跟台。你学校确诊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呢，要小心呢。我看一下墨，你加油啦，我加油。只可以做这个了欸。那我手机打字真的是障碍欸。不管，哇，这什么紧张？我觉得光遇很好玩的一点是靠腰，是它里面的互动很好玩，大家可以抱抱人家。我想说，我不是今天就是发很多，昨天啊，然后就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说你要解锁抱抱也可以哦，然后就今天吃很多观众的豆，粉丝的豆腐。我今天没有运气很好啊，就很惨哎。是要万子吧？有杯杯的动作，对啊，有杯杯抱抱啊，一大堆。
我今天就是这样子靠腰，才想说，我今天就是这样子常常打到自摸。对啊，光遇啊。我现在在游戏里面当废人，一个啦，所以三个了。咋办呢？リーチです。ツモ、どう？国士無双。100万。哇靠！杀人啦！我刚碰了你呀！嘣！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你们两个在做国士无双哦。
哦，混音色哦。我说，你说你插插字牌。啊哈哈，没事碰着干嘛？做哪个比较快啊？谁？又？哦，不过好热，是真的哎，这好热啊，好闷，闷死闷死的。等等，你太开心，你开心但找不到一班，对不对？你真转账喽，难呐、啊。哎呦，我想说我也在等宝牌，想说我把八万打掉了啊，算了，没有。哎呦，哎呦，先关掉游戏好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干嘛、啊？不可以做梦的哎、欸！嗯呢？恐恐怖怖！没了，没了，太残酷了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ロン。哇！我帮他杠到了啊！哇哦！
飞起飞。彩鸟还是很凶啊。好啦，感谢彩鸟信跟诺九不会打麻将，感谢感谢。什么一一什么一也开始什么的，嘿，啊，多熟面孔。好啦，下一场开始。要出门了才看到开刚开啊，哎，三十分钟了，欸，哭啊，哈哈，哇，这我也没办法哦，手痒就刚下去了，啊。感谢指教。不，你们都是坏人。哎，我就只有第一局都拿到宝牌头，第二局开始就没了，哎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打掉，我是第一张打掉。活动200万打完了吗？快了。我好像剩100000吧，也觉得越来越难打了。现在之前活动我大概半小时就打完，现在活动因为要100000嘛，每日上限是100000，结果打了快一个小时多一点点。哎，有看我昨天那个日麻的吗？我第一局，如果他打一张牌，我直接胡的话，那算什么？我坐下去就听牌，那是不是就是是什么？装粒子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赐予天胡地合，不是吧？是他打出来我直接合，欸，那算什么闭合哦？哦，对啊，我想说哦，好可惜哦。其实我昨天的标题是其实是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好，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，好可惜哦，那东西不属于我。自摸才是地合，对啊，所以是人合吗？哦，古意哦，因为我记得地合是听牌摸到自摸才算，不是吗？这样子比较好。欸，好像都一样，欸，哭啊。哎，欸，好，真好。最近才开始学怎么玩日麻，辛苦了，不是辛苦了，加油！日麻是个好东西。什么问号？问号？天胡是你是庄家。直接自摸那是天虎啊，啊地虎地合的话就是你是庄家以外的，然后怎么刚抱怨就来了？抱怨什么？谁？谁在抱怨？嗯。什么二条？
刚抱怨就差例子了，我最近常这样子啊啊，打错了，那就例子了。最近常常这样，我听了二条在你手上，我手上也才几张二条，不干我的事。这张，然后这张打掉。リーチ。清明早。这张好看，是结婚后吗？还是是结婚的不对？龙龙，リーチ一発ラン。我是不是乌鸦嘴啊？我好好气人哦！气死人！差点看到国国什么？没事啦，所以声控是真的没有，这就是上次聊的嘛。你看、啊，我也可以说等一下就地震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真的地震，我就是预言家、啊；如果没地震的话，我就只要我就不要把这个这一段剪出来就没事了，有没有？隔壁以为国士无双，没有啦，没整天在国的啦。刚刚看，哎，好，要打错了，该走了，挂不了台了 ，Q， 好，拜拜。你就按跳预言家没有啦，今天本来有那个啊，要去淡水有，可是一直下雨，可是现在好像雨停了哎、欸，可这时间出门又没什么店家，你看我可能可以现在就讲一大堆嘛，我就说什么啊。等一下会地震啊，然后不然就是哪里发生火灾啊，那就这出事情，再把这一段精华剪出来说，什么台湾时间下午1:33，过气实况组预成功预言了什么之类的东西，有没有成功预言了地震的发生？连到几点哦、喔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一样是到累吧。
过气啊，怎么了？我一直觉得我真是过气了，好吗？人要懂得，要懂得分，不是分寸啊，懂得自己过气的事实。你要跑了，拜拜。巴巴巴，看，干，我不该杠的哎、欸，我没杠的话听牌了哎、欸，这张打掉听，哎呦喂啊！可是这样也是听六而已啊，我又变大了啊，我把他的牌变大了。好啦，你有啦。哇，天哪、啊！对，按钮亮了，可是这样还是单听而已啊，这样也还好。哦、这样就好烦哦、喔、这样的话 是把这张打掉、啊、对啊，这张打掉，哦，怕是怕来这一张啊。哭啊。吃广告啦。其实最近啊，一直很惨哎，我们在飞。立即，我也不该立的哈，没立直就没事的。哎呀，啊，中个离散吧。啊，行，可以跳过的哈。可是就算没有跳过。也摸不到啊，如果真的要摸到这个的话，怎样？等一下会不会九条说嗨想我吗？我九条在这家哎、欸。四一。你该不该听二条吧？二万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几三？三万不是啊，三万是我的、啊。林一安安。
对啊，来六桶才气吧，九条来干嘛？我没差，来就是把它打掉而已啊。三五，三，按错了，有时候不习惯，这两个原本在同一个位置的。等下来六条，我大叫一声好不好？啊呼！欸、小鱼，中等鱼。好扯哦！ズモ、単腰、三色同旬、満貫。好扯哦！好啦，感谢飞机票、神之子跟 Super Game， 感谢感谢。啊，还记得他吗？还记得他吗？我换一下哈、喔，换了。我要用哭的，就这只角色有哭可以用。我记得你叫什么？抹茶？抹茶什么？抹茶抹吉吗？还是抹茶什么？忘记了，都不啊，抹茶牛奶吗？这种情况下，你们会选择杠还是不杠啊？你看，这样就是有个顺加一个克嘛。还是一定要杠才行。抹茶泡芙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杠啊，对不对？没记错嘛。然后再来个这个嘛。六。我打掉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你们要气死对不对？我怎么会想打这张啊？天哪，我要被自己气死了！你开心就干啊！不要啊！我不要啊！我是要问啊，不然每次你看我打牌都说生气，不是生气啦，到底在干嘛啦？隐藏？你看，也是要会进步啊，对不对？进步你才看得会开心啊，你开心我也才满意啊，对不对？我平时我就杠下去了，杠下去说你为什么要杠？你这样子八条八万怎么来八桶就只能打掉了哎、欸！看到你就很开心，没有哎、欸。
欸，把它编了啦，我编我编我编，暂停，我差点给他管理员白痴哦、喔。没有想说被他唬，我就可以狂放这个贴图了。按错了，抱歉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ドラ。棒到棒棒啦！完了，他东风了。手下留情。二三八，为什么一直来自深渊呢、欸？来自自来也麻将。你碰爽没？你已经碰太多下了哦、喔重要，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啊，碰一下，碰太多下啦。我明白，拜拜。哎，我忘记是谁，他说都在开 GTA， 是木瓜吗？在退取开 GTA。想说如果真的很忙的话，要不要就是？让他去发展这样子。放进去吧，什么？你是说？呀，哪首歌？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还是哪一首？リーチです。就让他去吧，那一首吗？我自由的飞，只能想念你，谁的歌啊？
リーチ。你说萧敬腾那首？自摸。哎，怎么你今天还没发动技能啊？我还是很害怕说。我的粒子棒。天牌。哇，今天的赵姐姐休息了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不打这张？你今天摸不到，对不对？那天真的是你的人生巅峰哎、欸！道姐姐累了。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。星空在闪烁，想你的眼泪悄悄滑落。当你松开了，刷，摸到了。追粒子。玩这个啊，贴图可不可以自定义摆一摆啊？不然有时候滚轮都要滚一下，滚不到。轮，リーチ、ナン。今天又在吃垃圾食品。好吃啊！今天赶工不强，你在做什么？看到南路，路南哦，路南哦。为什么？啊！壳子太多啦！资料同整，还有换办公室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会不会来二筒？哇，四张二吗？一二三四，刚学唐老鸭吗？没有啊，都跑去别人那边，气死！ランです。啊，不会入难的，不会入难的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了。
世界冠军。好了，今天的抹茶泡芙终于正常了。因为我记得上次跟他玩都平平的啊，就那一次玩超恐怖的。好了，感谢抹茶泡芙。还有谁？碰一下跟另外一个是谁忘记了？感谢感谢。下一场，下次日麻揪一下十七牙，十七牙是什么？你该不是想打个啊？你要打什麼？你说阿帕杯吗？应该可以了，我在努力克服打牌的恐惧症。哦，一起牙，哦，一起牙哦，白痴哦，可以啊，什么时候揪一下？今天也可以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这边没有开台。今天是自由时间，所以是可以玩。我用一期直播，什么一期啊？我只是要十八，十八啊！啊，一期啊，又是什么？可以啊，你看一下礼拜，我想一下哦，礼拜四的晚上都可以揪，礼拜四六日晚上都可以揪，没有固定团。好，今天真的好闷哦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ジュン、ドラ、ドラ、マンガン、为什么你们都听得懂啊？结果我听不懂，我感觉我好烂哦。明天有巧克团没有？明天大家都要去吃火锅，巧克团的全体伙伴都要去吃火锅，所以明天巧克团有开台的，要么就是排挤我们，要么就是没被揪到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明天就看有谁有开台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。有被揪到嘞，还是被排挤的嘞？这样子。胖。欸，冰沙回我了。晚上你有空可以敲，应该都在。
对耶，我干嘛不要这张啊？可以开台吃火锅啊，他们应该会吧，毕竟也是会有人看啊，做吃播就到时候说吧。因为毕竟也是会有人不露脸的啊，所以就可能不露脸的做一桌吧，而且可能会有一些特别，就是朋友邀过去玩，那可能更不方便露脸。而且怕是怕我最近嘴巴破掉，破了两个洞。阿刚来了，玩吃鸡的哦。好啦，不吃鸡了，就出来了。哇，选你的呢。是麻辣锅，我怕辣啊！啊，可是麻辣锅我唯一能接受就是麻辣鸭血，鸭血好吃。我那时候吃那个我们那时候吃跨年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他们去那个全联买了鸭血，可是买不到鸭血，只买了猪血回来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接受猪血，但鸭血我可以接受。我就猪血一种怪怪的味道，你胖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通知哦。我说到这个，昨天哦，对耶，我每次忘记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可以回溯一下吗？回溯个两分钟前。我是不是已经很多次庄家都忘记这件事情？你看过三次了，哈哈！哎呀，你就知道我多畏惧小鸡鸡这件事情了。六七。
来，有请伟大的观众们猜他听什么。不然每次都被马后炮说你怎么敢打那张啊，哇，听到真的是很不爽。来，你们听，猜对的欢迎，以后就只有猜对的人可以追我，好吧。结果他自己本人跑出来打字，哦，我觉得我猜听哪一张，哦，我猜听哪一张，二吗？厉害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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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怎么敢打那张啊？我就觉得那张很安全啊，打出去哪知道就糊了。有没有觉得很厉害？我可以嘴自己了，对吧？你看现在那天蛇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那天我拼命在看记录档跟看那个牌谱，蛇头那天不是讲说你怎么敢打条子，我说靠腰他平和哎，他怎么猜，欸，怎么敢打条子，我说那你猜他听什么，我真的好想嘴蛇头，哦，对啊，而且那天那个我的下家他是平和哎，欸，请问平和要怎么知道听哪一张啊？又不是什么的，可以教我吗？如果人家平和的话，有办法看出来他听什么吗？因为那时候看到他好，条子也有，万子也有，筒子也都有，就真的猜不出他打什么啊。我等一下要播一下那个记录档啊！你怎么敢打条子？这句话我要 repeat 几次这样子，我要羞辱舌头。打安排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没有安全牌了啊！就是我手上所有的牌几乎都场上都没有打过啊。而且那时候我最不爽的是，应该是秀吧，秀那时候也嘴了一样的话，哦，欸，你怎么敢打那张，我说哇靠，你是听得出来要听哪一张哦，就很明显啊，我说干你最好事哦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是，欸，干西米，你打这种话我更不想听，你知道吗？打过二的话就是二五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杰米，你确定吗？你要好好说哦，他搞不好听字牌哎。你像刚刚你好，我刚刚不是叫你们猜他听哪一张牌吗？啊，西米没有打字，你没有啊。你这样，你等一下好回放去看一下，他到底听什么？他看有没有打出五万跟八万这样子？你回放看一下，不要都说我在好小什么之类的。四牌怎么平和？当眼啊？四牌为什么不行？四牌可以当眼不是吗？吉米，你是不会打日麻，还是我不会打？我是不是不会打日麻啦？救我！平和只能两面听，所以不能当眼哦。哦。
对不起，我不会打日麻，西敏原谅我。砰！我打。所以平和不行，自牌当眼也不行，有自牌不能平和。好，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不要追我了，不要追我了，我在努力学了。好羞耻哦。自牌只要你不是长风自封，平和都可以。因为我记得我打过有，我就是眼有当过自牌的啊。哎、欸，碰。来啊、哦，奇迹，我们来自摸。可以自牌，不能自封跟长风。没关系，我一开始玩日麻的时候一直跟听友说的东西，觉得好多。天下无双呀！哦，不能自啊靠呀！我忘记你是谁了，你改过名字对不对？你是刚聊天室有出现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在努力看了两个字，我记得你那字好像我也不太会念。哎，你怎么没打字了啦？你南家就能靠西北哦，对，哦，王毅，对，王毅呀呀，白九九，三元牌不行，好，我懂了，感谢，我又学到了一课了。哦，所以有时候你们说少算一番，就是少算一番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吗？我看一下，其他地，平和是一番嘛，对不对？平和非一牌的噱头哦，真的哎。我的。靠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在靠什么？欸，我真的忘记 Hanky 是王毅耶，名字真的连不起来，我很努力在连了耶。你取消暗碰了，那就不要咯，那就不要咯。我的舅舅梦想什么东西啊？太多课了吧？对了吧？讲错了。奈龙安内啦，你看。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黒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你的弃牌，你也不小心按错了吗？哦，顺了。不要啦幽花安安来，请问他听哪一张一样哦，猜对的可以嘴我哦，猜错了就算了哦。他国乐，欸，对耶，
干，好恐怖哦！啊、白痴就是你呀、啊！啊，弃牌了哦，还很好说、哦，六九万拆了，不是啊，他是国士无双，还要六九万，九万好，九万安全。哎呦，刚想打五桶的。就国四双听五桶，没有哦，对对虎哦。给你啦，你猜一万，哎，爸爸，东风是不是？来，东风还有没有人？还有没有人？跟，不会十三面吧？十三面吧？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搞什么手？我想说十三面不对啊，十三面霓虹中也打出来了。太残忍了吧，东一耶、欸！要不要继续啊？確率と理論を突き詰めて、それを実践し続けられる。要不要不要走不要走，继续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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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走继续哦。你要想一起玩抢啊，他是不是叫我做梦啊？再来一张字我就做梦。好，他叫我梦醒醒吧。你们做梦吧，做了，醒醒吧，醒醒好吗，嘎嘎？好什么？和他的膝盖一样凶。你是说那个膝盖吗？是我想的那个膝盖吗？来看一下哈，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四个膝盖呀？嗯，愿你爱做的功课。你看，什么进章叫我做梦？你们做梦吧！可以打掉了。好什么手？看来我们理解膝盖不一样吧，应该是一样的啊，怎么会不一样，奇怪了呢。不不不，小鱼的双等鱼，双等鱼，两个双等鱼。
哦，闪亮亮。嗯，我刚刚本来想讲个干话说再来一张发，然后看到这边哎、欸、没了哎、欸。来，他听什么？快点，各位猜。感觉条子啊！哎、欸，西米，你说打四条的话就是19万，对不对？19万是安全牌，对不对？19条是安全牌，对不对？我打了、哦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14，那就是9万嘛，对不对？那9条是危险牌嘛？哎、欸，147，讲错了，抱歉，口水太多了。36条，来听啊！你看，西敏，来，你怎么不打字啊，西敏？又是桶哎、欸！哇，太帅了！你差点四暗克。哇、wow、哦，那是平胡的状况。可是他刚刚有碰牌吗？没有吧，我没有看呢，我没有在注意耶，抱歉。大家全错啊，他就西敏的理论啊，我想说枪牌可以这样看的吗？对啊，他立直耶，所以刚刚也可能是平胡啊。对啊，所以刚刚那情况下西敏的理论是错的啊。你看哦，他说看打的那个嘛，打牌的那个什么那个行啊，他就喜欢讲干货啊。那再回到我们刚刚舌头的话题，所以请问那样子我要怎么知道说他是该打什么牌？对啊，没办法听啊。你有所有人听的牌，什么牌？你刚什么牌？一个利兹平和，一个七对子，一个国士无双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国士无双就是知道啊，但是就是尽量避免打。打19牌而已啊，对啊，就只能跟牌而已啊。但是那时候我跟牌是跟到场上真的是完全没有我可以打的牌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多气你知道吗？ポン、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只要有人找寻例子，我放枪几率就提高。我也是啊，你看、喔，通常例子我放枪几率不是很高吗？你为什么骂他不骂我？不是啊，你要想哦、喔，我放弃他了啊。我难过的是什么？我没有骂你呀、啊，是他就是，我也没有在骂他，我只是懒得理。好呀，滚你！
爱之深，啧啧称奇。嗯，你好想打麻将，我好想赢牌哦。四二三，昨天有跟芝芝玩，很好啊，你们就开开心心一起玩啊。好差哦！告诉我们不要组大牌，不是啊，就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。如果规则跟我一样是，就至少要两班的话，嗯，你的名字太难打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毕竟人家的名字嘛。我到底什么叫舅舅梦啊？我听不懂。你又要国事了吗？我赶快打掉。赶快打掉。快打掉！有要国事，快打掉！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不然那个是什么？做做梦吗？那不念旧吗？不然那念什么？对不起。各一个字不是念旧吗？查一下。对啊。舅舅。舅舅。感谢芝芝新会员。我又好了，感谢芝芝的会员，啾啾，蹦，我为什么又要碰？我为什么又要碰？哭啊！嘟嘟嘟。哦，我为什么又要碰？走开啦，不要你啦！碰，饶你没有啊？是刚刚留到你，目前只有一班，不会，我让他变两班，没有国了，哪里？打完了吗？有四张的吗？我怎么看不到？一二三，没有啊，九目前三张啦、啊，一条没了是不是？一二，哎，转张了、哦，你还在国，你还在做梦哦，醒醒了啦，醒醒了啦，一条没了啦，南叶没了吗？一二三，三张。他还在坚持，他跟阿贝一样哎。醒醒了啦！
啊，他拼到最后听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剩六张了，我还没听牌。哎、欸，他好心机哦，他没例子哎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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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大家都要做国师？哦，没有。武力值正常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耶。哎、欸，木偶安安，我以为你不会出现呢。我想说，在游戏里面你一直不理我，说跟朋友去跑，我怎么爆麦了？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每次看后台都没事哎，我反而就一爆麦，我的 OBS 会把我的音给消掉。没有梦想了啦！真的就只有那一，就只有那几天新手运特别好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来，有请。他听什么？来哦，第三巡。例子，那他听什么嘞？西敏，呼叫西敏，现在给我出现哦。他听什么？快点猜。你是不是糊了？糊了，赶快按哦。你看吧，我是不是很好打出枪牌？哎、欸，我真的好容易打枪牌哦，怎么办？也不是说跟牌，我想说，那就一开始就赌赌看嘛。啊哈，事实证明我的运气比较差，这就是命啊！你要想想我，我想想你干嘛？你有男朋友的人呢、欸？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呢、欸？你怎么跟小鱼一样，整天要我要想他？你们是有你我说打牌啊，打牌干嘛？单巡就真的没办法呀，那就对了啊！你知道有个白痴也在三四巡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你怎么敢打那一张？然后那时候就一气之下直接把他抓进来打，跟他讲说来啊，就是把那个时段给断时给那个关掉。然后翻符也打开，就他就不会玩了。五安四日嘛，四啊，这我到底要怎么打啦？我觉得我这一局放弃了，我就算今我现在国师无双，我也会赢不了的。嗯，看下去，我再努力喽，打掉。黑大局，看，感觉会震听哦，打掉打掉。
干嘛？不要这样搞我啊！你妈那斯坦克断腰不叫实际好吗？我们做的要实际一点，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整天做梦。做梦是我刚开始玩日麻的时候才能做梦，现在做不了梦了，醒醒吧，好吗？没有妹妹的们，对吧？你们都没有妹妹好吗？有妹妹也比较也不叫不吧，也比较不会幸福好吗？语无伦次了。你有妹妹，那你幸福吗？你们幸福吗？不是通常有妹妹的都说妹妹很凶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没有妹妹都会觉得哦，有妹妹真好。你有妹妹，但是你想要弟弟，不是你有弟弟之后你就想要妹妹了。跟你讲，你的妹妹是我想那个妹妹吗？这可能要问哈记了，看看是不是哈记梦寐以求的妹妹。是哥哥会说妹妹吧？可是，是那个也会说啊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拥有过，才会觉得羡慕这样子，懂吗？你妹真的很烦，不是？就是你们，我觉得这也是看个性跟运气呀。这样真的没有办法，都像童话故事里面那样子，对啊，这就是薛丁，也是薛丁格，薛丁格的妹妹。好，他现在听什么？哦，好，他听红钟。能干的妹妹。这个有点恐怖了呢，你不觉得哥哥要弟弟哎也不行，这更恐怖，恶魔咆哮。啊，来杠杠了哦！是我误会什么？好像在看深夜台。现在不是晚上两点吗？蹦！不是啊，我真的扪心，你们扪心自问哦，男生们、啊、不行，对不起，我当我没问，我觉得这样子又有点太坏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讲话。嘿嘿嘿嘿。
要来领上咯。看他怎么那么像啦、啊、问什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，我觉得这样子问出来小玉要打人。第二次机会，看，哎呀，他们五万啊没了，这算领上吗？不是啊，我好难过。ドラさん、ドラ、ハネマン，我爬起来了哎、欸，我爬起来了。天下無雙。好啦，感谢网易雅雅跟跑太快了啦，谁没看到？感谢感谢，老九啊，蘑菇是谁？我也忘记了。蘑菇啊，刺影刺影想起来了，哈，我不会念。嗨，请问你是谁？我保住第一，刚不是谁被击飞了？海风哦，哦，海风，好好好，不是哦，刚刚其实已经结束了好吗？是我把你们留下来的好吗？想说修罗之战就没人东西死掉的。想要打，想要打就挤呀，你就挤呀，是不是？还好刚刚，哎、欸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刚刚有没有？哦，刚刚果断断腰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是断腰那一场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太胖了，可能，你说手指吗？嗯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我那时候也在很认真考虑流居满贯这个东西，它的分数很低耶、欸、而且又真的很难成型耶、欸、谢谢繁星再让我们玩一场。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刚刚那样子是没有游戏体验，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才大发慈悲好吗？啊，我怎么没吃？我是点错了，我刚想吃的哎、欸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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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了啦，就牌好差哦。喜欢功课的赞呐赞呐！流居满贯通常是巧合，他打了十二张幺九牌。拜拜。记。海鸟在约场外三人麻将哦，有人要去被他虐的吗？赶快赶快。有没有抖 M 要去被他虐的？赶快哦，机会难得。抖 M，
OK 啦，我谁？你是抖 M 哦？那你男友够 S 吗？哦是被虐大的哦。这个我没有想要理解啦，没有想要过度了解啦。烦死！你比较 S， 哇，这个我也不想了解啦。你谁？你比较 man 吗？这样，你都把你男友扛起来打的。哇哦！哇，好痒！是广告哦，完了，我 FB 现在被洗赞了，现在通知跳的有点多。G， 不对耶，打这张比较好。不对耶，不对耶。哇，好难过哦，更难过哦。拜拜。阿听三六饼，爸爸。他是说你是怎么看出来他听三六饼啊？要加教主的官方私信教主的 FB 吗？你在那个我的那个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我 FB 有一篇是打光遇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打的。你去看一下，然后
然后先打说你是谁，然后再贴你的 QR code 给我。不要直接先贴 QR code 那个，我想说，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去加的话，有点骚扰还是什么的，我被抢先去加到。拜托，放枪小达人，来哦，是最后一张，他在听什么呢？快点，我估计他现在没成章，就发财了啊！发财打过了，就东风了，东风，还不是，啊，东风他打出来了。嗯。条吗？三条是不是？来，是欸，五条是不是？我等下摸你，等下靠腰，你们是叫我等下摸进来是不是？五条啊，不是。点下去，砰！咚！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放到了。我要改标题了啦，放枪小王子。你看，这样如果去打阿帕杯，我压力不就更大了吗？韩信，你怎么敢打那个？那是枪牌啊！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很碍眼啊。他告诉我，打我，打我。不用卡位，我等一下换了，等一下试试看啊！不，你今天卡位，我今天卡位打活动有够惨的，我今天活动打过是靠灰夜机，我不相信卡位了，不，我今天不相信卡位了，卡位很棒，但是今天的他该休息了，用他太多次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。牌打得不好不是角色的问题，是我不好。相信你，我不要，妈出一张嘴，不要。等一下，乖乖的。我怎么会算？我靠，我要看错了。等下这张打掉好了，定这张，这张打掉哦，完美听牌，不是你啦，很近了啦，来来来，打掉打掉，是他不好，是我不好，对啊，你们听过一首歌吗？都是我不够好，什么今天一天你没理我。心情变得超级糟糕，我真的没想跟你吵，请你把坏情绪统统都忘掉。耶耶，怎么出太阳了啊？不是下雨吗？什么？然后再下一首，我对着电脑傻傻笑，想聊天记录多美好。没有吧？我没有想断腰。我现在断腰也救不活了啊！
是海绵宝宝，不是啦。这首是都是我不够好，不是吗？海绵宝宝另外一首啦。你看来了吧？放枪，去吧，下一张送给他。都是我不够好，没把你照顾好。你打我吗？我就是不要拉黑掉。我想我不够好，没把你照顾好。我又不是很生气的天气预报。我以为你会拼一杯口欸，我也想拼啊。我要变成海绵宝宝，来逗你笑。换角色，感谢海什么海风，魔刺影啊，跑掉了。调整装扮，要谁？我夜姬。曾经爱过，哇，你受了多大的伤？CYT 31啊，这都是新面孔。Hello Hello， 第一次抢到吧？曾经爱过，好像什么歌哦？可是。少两张要做吗？觉得风险好高哦。这是菜菜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！啊，菜菜怎么变小雪？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菜菜 ，Hello。请问是？谁是曾经爱过？对啊，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下吗？哦，不行，要铺点后路，先把这打掉。是哦啦，轩，哦，你抢到了，恭喜恭喜！你看，你还是抢到了嘛，很棒啊，扣2000。是绿色的，有绿色的。你说你爱过你，特别难过。忘记怎么唱了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你曾经爱过我。忘记怎么唱了，哭啊！你和其他人爱过，哭啊！你和其他人爱过，你曾经爱过我。我忘记歌词了，去找一下哦、喔。大家道听途说，那时候我在唱前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舌头说他听不出来是什么歌。我说怎么可能？你一定听过啊！你曾经爱过我。算了，我们这一局先放着，我们去找歌词。关于我。歌词，哦，不是我想太多，只是线索有太多。你曾经爱过我，曾经爱过，我就想说应该道听途说的嘛。你看，你曾经爱过我，
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，关于我到底因何图说。是没机会啦，可以插一张。哇哦，声控啊，哇哦！来是什么？来个白板吧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欸没了嘛，来个白板。关于我到底不说，真紧张，很棒啦。可是，对啊，北跟中都没了，所以打掉没差啦。好啦，安全。好可惜。关于我到底不说，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。啊啊！你曾经爱过我，哦，这些年我听说你和其他人爱过。那一年你没说那些话，是否飙不上去？那些话是否已经对其他女生说？不用道听途说。准备飞机票了吗？什么飞机票？飞机票在这吗？你场外要起飞了哦，拜拜。我以为你在跟我讲话咧。没有啦，还说他自己啦。什么歌啊？曾经爱过。记得点亮你的蜡烛，请回到记忆，点亮我的蜡烛。Yeah， 拍一下，白痴哦，我用自拍照啦。Who cover？ 什么 cover？ 没有办法，那个我跟你讲，会有版权攻击，都是因为配乐太，就是他们那些 cover 的歌都是自己再去弄音乐出来的，你不能用原版的音乐去唱 cover， 一定会出事。台鸟真的很凶，对不对？虽然每次跟他玩都很开心，因为都可以看到大牌。你曾经爱过我，你是想说有太多。曾经淋雨淋上线，啊，我怎么卡住？我出不去。哇靠！还会卡住的耶。关于我到底不说。啊，要是我啊，哦，白痴哦。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いかないんちゃ。我跟你讲，角色旁边聚一堆人。为什么不能送我光之力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冰沙。欸，木偶，为什么三点不能送光之力啊？欸，靠，哭啊！我会不会打出国士无双啊？哦，不会。你打在聊天室啊，这边看不到。你说重登啊？教主是不是在三点后才领取的？我还没领吧？我领了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没有哎，我不知道哎。我刚刚有一次领一些东西哎。有啊，信赖我领到啊。耶、yeah,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。要去忙了，挂台，好，拜拜。旁边一堆人。哎呦，爱吃哦！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感谢新会员。今天早上打开这个游戏，然后就看到一大堆准备要上课的小朋友。然后穿的哦，好可爱哦！如果有兴趣加入赖群、DC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你曾经爱过。聊天室又坏掉，不是聊天室坏掉，是 YT 坏掉。你还没稍早有
稍早还有两个，然后没有显示出来的。然后那两个不知道哎、欸，啊，可是刚刚就有一个滋滋吧，滋滋续订就有出现。反正一条在这里，一条在这里，两鸟两只小鸟鸟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哇，你们都是，你们都喜欢习惯三点，然后冲上线去点东西哦、喔，是这样子吗？烂 YT 都在搞事，之前你还是先退去嘞，烂 YT。火爆冰沙，爆，火爆。今天的副科好累，不是什么运动的啦，爆炸头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哇，今天的任务还要结交新朋友哎、欸，应该结得到。林思涵，你在看台哦、喔！我天哪、啊，那再麻烦你了。林思涵在偷偷带我解任务。哇，哎呀！我本来是刚刚想说，还要几点哦、喔？等冰沙回来吧，等他回来我们去啊！靠腰。想说，那就等他回来，然后我们去跑图。那个任务跟小黑点火就可以完成了。你说互相点火吗？好吧，那不是耗一根蜡烛。对我来说，蜡烛现在好，我好穷哦。嗯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不用蜡烛哦，好哦。好，懂了，懂了。哎呀！哎，陈轩，
你知道规则吗？怪不得你曾经爱过。你看，你断了人家清一色了，请不要一番哦，拜托。哇，你这个 ID 很好记，不要抱歉，我不想听，这个我已经听了太多了。你曾经爱过我。变帅了，谁变帅了？调饼可以多听一些。冰沙、啊，我回到那个大厅了。对，哦，第一。是你断还是我断啊？哎，九。你可以混一个宝牌进去啊，所以你没看到我打这么痛苦。我有置顶哦，你唯一能一番的就只有粒子而已，粒子一番，其他都不行。你说对。来啦！宝牌拜拜！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
好，感谢轩菜菜杜难。菜菜有没有在聊天室都不打字？中间不会打，小鹿跟烟好咯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加好友应该不是算那个，应该不是算三点的，应该是算24小时那一种。感谢啦。哎、欸、如果要点什么东西你停下来等我一下哎、欸。嘟嘟嘟。哎呦，我是不是在换角色了？你曾经听说过这张图没有？好，红，好，昨天点过了。哦，你小小金人是一个礼，就是献祭完之后，然后才能点的多啊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啊，除了冥想任务。在等你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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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呀、啊。次鱼打太多，好不熟悉正常打法，对不对？我刚也差点一直做成那个次鱼的牌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带牵着人那个真的消耗能量比较少啊？因为我今天在看一个影片，他就是说什么整天什么都会有人拉着萌新，为什么当充电宝？哦，你就一直想杠就杠啊，就杠啊！你的岭上开花就是在台山里面了、欸，哎。防止小朋友，我先缴什么东西？你是说怕你小鸡鸡吗？感谢阿明续订。感谢中间的超级留言。但其实不会缺能量，可是我看你都飞得很开心哎、欸，觉得你能量好多哦、喔。哇，突然有那种冰沙，冰沙，冰沙哥哥带着我到处跑。冰沙哥哥，因为你现在能量条很多啊，海鸟欺负你。对啦，菜鸟做得好。你曾经听说过这些年啊，我刚唱歌你也听光光了。冰沙是男的女的啊？他现在角色人物就说他一直说他是帅哥啊。欸、冰沙，你去看那个木木下面的留言，早上的时候我的留言，你可以去看他的影片，那一些系列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我今天就是在问木木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看到他，他叫我问他问题嘛，我就问他说，蝴蝶可以吃哦、喔，啊，蝴蝶怎么吃？他就说啊，蝴蝶能吃吗？我说有啊，有个影片就说什么蝴蝶可以吃之类的，
然后就是也是跨博啊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用心不是不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，你去看，不是用翅膀用心拿的那个，是另外一个。啊，他剪的也很好笑，然后他有一个，然后有一点洋，他有几部影片里面有洋葱，看得很难过。好，你等下去看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糖果的吗？什么糖果？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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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说蝴蝶啊，我蝴蝶，你去看木木的那个啦，木木的留言，我有下面留言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也记得袋子，你是说哪里个袋子？其实他很多角色上衣服都有东西啊，金沙男的啊，他的角色是帅哥，不是男的。他就说他很帅啊，然后就说你很可爱。他说我很高哎、欸，他说干嘛？高的就不能帅吗？高的就不能可爱吗？哦，没有啊，他是说你才可爱。我说我很矮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说矮子不能是帅哥吗？他说可以。我说对啊。你看，哎、欸，这只没有。如果不念出来，我繁星布海吧，角色啦，我们在玩光遇啦的角色啦。欸，之后我都是听人家是这样讲，欸，你才可爱，全家你最可爱，这样子，就是针对你在讲而已，不是骂你全家人那种。我全家可爱啊！哎、欸，你好像骂人哦、喔。可爱中的可爱，你说你有、喔？那我的台延迟很低耶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你都可以马上回我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！欸、他们说个子矮的缺点就是有些石头要跳很大力才跳得起来。然后长得高是因为就轻轻用走都可以跳起来，是不是？我的台一直都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早期的台真的是延迟
哭到可以到死我三十秒这样子。那时候也是想办法，想办法再弄啊。哦，矮的比较好跳，好像各有好处，是不是？15秒还好，没有没有还好啊。那时候问个问题， 15 秒就已经够久了哎、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。比如那个吗？红石鱼吗？个子矮比较不容易被砸到，长得高就是一个避雷针。孤独安安，还是判定都一样？他判定应该很细微吧？有点龙以前那时候十五，因为那时候就是要问问题啊，要那种即时问题，确定欸。因为我看我去爬文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个子很高的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反而比较喜欢个子矮的啊。不是比较可爱吗？还是就是因为你们长不高的很羡慕长高的啊，我们这些长太高的很羡慕长得矮的。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各有各的市场。不是啊，三六九，也曾经听说过啊，那啊什么？有些人就喜欢高的，也是啦。哦，有些人就是喜欢高的啊，我看懂了。你又没跳通知了，没事没事。那还好有杠，有没有？又打一张19牌出去了。你忘记一个地方，我们走啊，回去拿。你有八条的话，哦，还好，我想说你有八条，你要请我吃饭。慢干，慢干。哇，哇，我被丢下来了，冰沙。又串啦，冰沙，还是你把我扔下来啦？欸，通常你们串了之后是怎么回来？点好友星盘吗？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哇哦，这游戏这么好玩的吗？巴巴巴巴巴拉巴，你不想跟彩鸟玩游戏了？
跟他玩啦。材料 skin 很香耶，不香吗？好的哟。下一个58万。三爸，你都最后，没事啦。当时早就警告过你们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可是跟他玩也很爽啊！你不是看到一些大牌都会出现。那西敏怎么不跟死了啊？为什么不跟他玩？就很明显的嘛，就不想啊。你看，光是刚刚他教我怎么看人家的枪牌什么之类的，他完全就不对啊。理解。哦，我没按到，白痴哦。你最喜欢的海洋生物是什么？我怎么回答？杀人鲸。我还蛮喜欢杀人鲸的哎。杀人鲸。哎，应该打虎鲸吧。杀人鲸啊，虎鲸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装技杀。其实你都随便回，你回答斑马之类都是长颈鹿。喜欢的海洋生物，长颈鹿。欸、对呢，有水滴鱼哎。什么？哎，还敢不立直自挖？僕の計算通りだ。欸，他直接断我的东欸，我装甲他就断掉欸。来不及例子你就不要自摸嘛。你就下一局啊，欸，我听牌我自己也都不敢胡牌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我玩这么久，我有时候碰了之后知道不能，我就是都不吃不碰了啊。感谢哦、喔，欸，而且东四局我是东风，他这样直接碰掉、啊、直接胡走之后，他拿他一位，天哪！那我辛辛苦苦门清是要干什么？这也算例子，只是没碰，不是，这就是不是例子了，好吗？我有说过，例子就是例子，他没例子，他可以选择要打哪张牌啊？规矩就是规矩。哎呦喂啊！感謝します。冰沙他妈欺负我，好像每两场就遇到一个小鸡鸡耶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小鸡鸡的几率是不是 up 啊？小鸡鸡加倍中，
我那是意外，每个都意外，好不好？舌头安安，一定要立直哦！啊，就跟讲立直有一番的吼，不是没有说一定要立直，我说能立能一番的就只有立直，请看一下标题，好吧？哎、欸，小鸡鸡，你翻一下小鸡鸡就一翻没、欸。我三番，你们现在是鸡同鸭讲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删人家留言？舌头，你为什么删人家留言？舌头，你为什么删人家的留言？舌头，你回答我。他打什么？他没有打字啊，那他的 ID， 那是他的 ID， 那是他的 ID。好啦，很重要，讲三次。那个小鸡鸡，你再打一次吧。那不是走物啦，是他的名字啦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名字连小鱼都说很想变了他很多次。哦，好，冰沙。哎、欸，我的电量不足，白痴哦、喔，等我下哦、喔。哦，你不小心按到了，哦，关闭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好了，没事的，冰沙，没事的。你刚想看他打什么？他只打个笑脸而已，他刚刚只是打个表情符号的笑脸，被编掉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台的扳手就是，要么就只有一个，要么就是很多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前面是橘色的十字架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天主吗？还是季节？它季节哦。啊，妇科哦，哦，这还是觉得很好笑。我用手机看不太出来，突然冒出来，我就洗白就顺手编掉了。欸，结果淡水今天下午才出一下太阳，又没了、欸。小杯杯啊，不要再打一些奇怪的了啦。因为上次说彩鸟跟哪一个，两个打牌很强的、很凶的，忘记了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彩鸟还有个谁？老君，你有印象吗？那天你去跟他打的，哦，洛星，对对对对对，洛星跟彩鸟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安安哦，
リエジ。啊、这先祖好远哦。那个我们在跑那个妇科的先祖，他飞得有够高有够远的啊。不，怎么又碰了球了？你说要停下来休息，你的体力够吗？好牌会来的，我会想办法把它杠出来的。开多久啦？四小时了没？啊，才三小时哦。哦，时间好像过很久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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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、wow, 你拿到了耶。你要再换一只角色看看老居的有没有用。啊，朱浩基刚被击落。就你那一只角色啊，紫色头发那只啊，哇，冰沙你好猛啊，身为你的副驾驶我很幸福，头上都在滴滴滴，哈哈。请问阿杯平均每几次被击落？几次被击落吗？他只要一打一次的话就会被击落了啊！在想什么？因为运气很糟，确定用我？你确定？你确定我不糟吗？我今天很糟哎、欸！我觉得每次要胡牌的时候，例子都被。都被一番拿走，那要干嘛？哦，拿表情是不是？哦，有了，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有没有看我的？啾！
你这样带小孩子，那感觉好好。嗯，阿秋，我朋友叫阿秋。对啊，我是想要赶快变矮嘛，然后你于娜还有要谁木木嘛，我们就四个小朋友，那手牵着手一直乱跑。对不对？完美的曲线，平的啊呀！最近走势没了。恋爱，晴儿 ，Hello， 那个啦，我最近在玩光遇啊。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很喜欢那一款，就是它有一点对新手不友善，有那么一点点对新手不友善，所以我到目前全程都被带着走。没了。就是你有看到我 FB 上面不是有贴贴那个东西，就是我最近在玩的。哎，小鱼，晴儿抽到跟你一样的角色，哎，超夸张哎，到底什么运啊？什么类型游戏？怎么讲？交友养，他们都是说养老啦，养老、逛街、看风景，他们是这样称这款游戏的啦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金山在干嘛？因为光遇他，他就是你要去收集翅膀，去收集地图上很多东西，然后他也可以就是。装扮自己什么之类的，哇，好难解释。可是就是刚去完，我真的就是不懂说这到底在干嘛。可是我又很喜欢他的风格。你给我什么？啊，谢谢。欸，可是这样爱心到底怎么来啊？不是蜡烛吗？是啊，寻宝游戏。他就是。哇，你这样低头脖子不会酸吗？那就是怎么讲，你可以找那种很会玩的人，然后他可以手，你们两个可以手牵着手，他可以带你去收集东西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尽量用蜡烛换，可是先祖不是只能换一次吗？每个先祖只能换一次而已。你的信息传不出来哦，跑完了哦，谢谢你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可以朋友用。哦，我
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哦，所以是三个蜡烛给人家哦。那我好像也可以给你咯。你有玩哦？那我也可以给你耶。你要不要接受？你是我第二给爱心的人哦。你不要说不用哦，你给我收下哦，快点哦！这个蜡烛长得比我还高哦，你要不要收下？你的讯息是不是都送不出来了啊？没事啦。好凶！里面的蜡烛跟爱心真的很难得到哎、欸。看了一下它的货币，就是你一天大概的量，就是大概台币要两三百。你抽到会长的恭喜呀、啊！恭喜你啦！你在干嘛啦？我们回禁域吗？狱禁？你在偷拍照哦、喔？在偷拍照哦、喔？拍照要讲啊，我要摆 pose 啊！神华蜡烛，上次跑，昨天跑过了，我昨天跑到都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呢、欸。我真的昨天跑升华跑到紧张的要命，想说我真的快死了，我受不了这种恐怖的压迫感。リエジ。可是每个礼拜都要跑一次，对啊，所以我下个礼拜要再星际一次。他每个礼拜几重置啊？忘记了。有人厂的电脑会自己用表情，会啊。然后每个人看到的表情不一样。好、啊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每个礼拜日哦，每个星期跑一次，把所有先祖的全结束。我所有先祖全解锁，好，你重登，爸爸。第一次看到你就没在按表情，不是吗？像这种表情怪人都在按啊，按一按。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电脑用表情，然后他们都以为我在看那个看到鬼，说我在幻觉。等等，你抢到就要用 DC， 哎、欸，对耶，都忘记了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好亮哦。つも、ごめんなさいね。不要再小鸡鸡了啦，自摸就不要。知道自己一番就不要胡气胡好吗？拜托了，这不是意外了。快啊，不想打了啦，我想关台了。我想关台了，冰沙，等一下我们去跑吧。对不对？啊，今天
真的是两场遇到一场哎、欸，这几率好高哦、喔！你要抢房不是？我真的是，哦，你懂那感觉吗？真的很心累呢、欸。对呢，我等一下去点黑了，今天太多小鸡鸡了啊！砰！哎，我记得你也有抢过房啊，啊怎么？可能他看不出来起翻，不是啊？总会看不出来，他都会碰发了，然后手上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宝牌。他之前有抢过啊，我记得我对他 ID 有印象啊。完成这样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？还是他都小鸡鸡上去的、啊？哇，好，哇，你们快聊天。聊起来，聊起来。哦，真的是，看到湖就按了吧？不是啊，看到湖就按我。三色同順ドラ。可是我也不会啊，我每次看到湖，我也怎么讲？我知道我自己碰了之后没有。就只有一番我就知道了啊。好啦，再一场啦，准备了。好，刚刚没有救，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场我要休息了。还是有一番吗？什么不能一番？聊天室置顶你们看不到吗？像这只有那个啊，衣服上有牌啊，哎、欸，这边看不到。有打字出不来、欸，我重登。昵称音素，注音，你也抢不到，没事啊，我们私下玩。打字打不出来，打在标题不用，跟你讲，就算打在标题、打在聊天室、打在荧幕上面都不会去看。就算真的好，我讲啊，就算真的知道不能一番的，好了。那你看到刚刚自摸，你会不会按下去？就问问你们，你们今天看到已经一番，但是出现自摸，你们会不会按？对啊，我如果不小心碰到，我就只能要么就是清一色、混一色啊，或对对胡啊，就这样子而已了啊。对啊。谁受得了自摸的诱惑？况且我也讲啦，有人场就是不要去破啊！算了，都已经是有人场，又不打段位的，
啊，我回来了。哇，登上来了。对啊，我知道自己，所以我才会怎么讲啊。我真的好难讲哦，你看我现在碰这个嘛，没有翻嘛，我在我要怎么玩，对不对？就拼碰碰胡而已了啊，要不然就是干脆都不要胡啊，想办法不要放枪啊，还是怎样就好啦。啊，嗯，我去点亮人好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对啊，就只能混了啊！啊，我又把那白痴打掉了。妈妈一番了嘛，七欸，我两个没有完成呢。他说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拜访圣域群岛上受污染的环境，还有净化石柱黑暗腐蚀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另外一张地图吗？不对啊，刚刚那个小鸡鸡有在聊天室吗？对不起，那个亚妈偷什么的。你有在吗？你可以解释一下，刚刚你是不是受不了自摸的诱惑？在云野哦、喔，忘记带我去了。你是不是想找你好打吗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哦，他说忍不住、喔、哦。哦哦，大河，对对对，是你是你。没事啦，因为我记得你上次有抢过啊，所以我知道你应该是知道规则，然后。我刚刚其实知道你应该是克制不住诱惑。嗨，闪闪。怎么？リーチ、怎么？タイヤをドラドラドラ。ドラドラドラ。柯西坐这边，哎、欸，坐下。嗯，闪闪，日麻好难玩哦，没事啦，
不是，是今天真的意外太多了。今天打几局啊？今天有打八局了吧？就遇到三次状况，是让我真的是吓都吓死。你是不是在考虑那叫代？你就叫小鸡鸡啊？哦，你跟木偶做朋友了、哦？啊！宝牌来吧，宝牌来吧！哭啊！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很好啊，多跟他做朋友啊。冰沙的好友说很少，赶快跟他做朋友。哦，拜访到了，拜访到了。对啊，不会算留一个宝牌，然后断幺九就 OK 了啊。我没有制止你们不能断幺九。我本来还有一场是说，我那时候是有说一场说来啊，我们来一场断幺九局啊，断幺九两番以上啊。杠杠，正岛很容易炸，你是说那边很多人吗？现在烧不到是不是？光玉要加好友吗？你要加好友要去我的 FB 留个言。回家，好好好，回家回家，我们回家。我说一次烧那种哦，哦哦哦，好啊，去烧，去烧大量的。可是加我好友，如果我在跑图的话，就不要刻意来跟我打招呼之类的。等我在大厅或什么再来跟我打招呼就好。因为在跑图，我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等你们。可以用网址加，不是扫 QR code 吗？好运闪闪，你想跟我打招呼？等一下，你是说哪种招呼？你是有玩光遇吗？没有吧？你是单纯的想跟我打招呼吧？王子其实也 OK， 真的吗？怎么用啊？可是我不是也要输入对方的名字吗？你看一二三，这三张都是什么？都是五哎。我第一次不是也给你网址吗？你不是给我 QR code 吗？那个网址不是 QR code 的网址吗？还是我误会什么？他怎么都在他这边？怎么了？你们在打什么？点网址不会出现啊？我没印象哎，我怎么记得都是用扫的？不是都一样吗？对啊，不是都一样吗？哇，这样不是来红五万？不是，重点是那个网址我还要贴在
YT 上面是不是？你飞了才鸟，哇哦！那请问我要怎么把网址贴在 YT 聊天室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不想立直啦，因为上次想说你们说立直可攻可守，我刚啊忘记了，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让对方给我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到的 FB 给我啊，我刚刚没有讲错吧？我刚刚的意思是这个啊。然后你一个个点进去就可以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又跌倒了？有这个需要好好的教诶、欸、我真的听不懂。那从那天你说月童要加给王子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完全听不懂。被困在云里怎么办？困在云里怎样？你是飞不出来吗？因为你被困在云里，你不是他会加你能量啊，你就应该飞得出来啊。他这样子困在云里，他可以点那个吗？回预境吗？可以哦、喔。那个，你点一下画面中间上面不是有个像翅膀的徽章吗？你点下去之后，点右边一个门，你点下去应该就可以回去了。有些有卡于你的 bug 位置，哇哦！我今天打牌好不顺哦。人家闪闪都来看台了，他的牌怎么那么不顺呐、还是闪闪你带水？FB 是托那个吗？不是不是，个人的个人的，你知道我个人的吗？哎呦呀，感谢卡比的续订。因为比较麻烦是我这边不能贴了。更贴连结啊！你去我个人 FB 有一个留言，有一个 po 文啊，你在那边留言，嗯，我叫错人了吗？刚刚是谁？刚不是卡比吗？还是又坏掉了？真的坏掉了！你出来了，角色摔在地上躺着，他可以动吗？我知道一个连接一个只能一个人加，啊、不是重点是。现在他是要跑去私讯我的粉专，我就粉专那边就不要打扰到人了、啊。啊，不然刚刚是谁定嘛？哦，我现在好烦躁哦，现在耐心快没了。
理解呀。我刚刚看到卡比呀、啊，那是谁？而且你这角色叫比卡、啊，跟刚刚的卡比不一样、啊。对啊，刚刚是卡比呀、啊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就记得是卡比嘛，那你是迪卡、啊。好了，真相大白了。你今天看台没有讲话，对啊，没事啦。今天真的好多意外，让我现在头真的快炸了。我等一下要休息了，我头爆炸了。我怎么今天用脑有点过度了啊？应该不会被龙撞死吧？要好好带好我，我还在睡哦。我还在睡哦，哎呦！哇，你们异口同声哎！没有，今天如果真的设反腐我自己，然后木土窝四龙不超大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是说四龙会死是不是？等下观台再好好问你们。现在经历了一场英文面试，脑袋也快炸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一起炸一起炸。你跟木偶说哦，木偶还用说吗？他不是老手吗？对，杠杠起来！杠！哎呀，那没有中。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リチや。リチや。弄啦。没有哎、欸。怎么可能？杠呀！龙，这算抢杠吗？是吧？抢杠！白痴！盲杠！没有，我不是骂你白痴啊，我是说我很白痴啊，不是骂你哦、喔，不要误会哦、喔。好啦，休息休息，感谢啦。那晚上没有要开咯，晚上我要去玩光遇，我要跑图。好啦，这样辛苦大家啦。今天意外连连，不过没有生气啦，就觉得。什么？
怎么不克制你们的小手手呢？这样子。啊，感谢珊珊来看啊。哎、欸，这差一点点呢、欸。我这真的越打越久、欸，打一场都加一万到两万，惨一点还加五六千而已。哎、欸，可以领、欸。还有可以领的吗？哦，哦，裙子好多哦，裙子十几个哎。三十多万，你是说这个哦、喔？因为我有左维帮我打，好啦，八八八八，那就抽不到我想要的嘛。像那个要升的话，它是要不够哎、欸，啊对啊，杂质不够，然后。然后下一个，这个要海蓝宝石啊。然后这个的话也不够。对啊，我想要升的都是海蓝宝石、欸、超酷的哎、欸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八八八八。